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接，一起来投稿吧。嘿嘿，我是薯片，现在才要介绍一款真正的游戏给大家哦。这是我们自己开发出来的小游戏《苍松鼠的夜子中青会》。这款游戏是我们委托索克里斯多夫安东尼奥班尼迪克西尔维托洛萨斯所开发的。如果有出现什么问题，请去找他，不要找我。哦，你那时候没有这样说。大家可以用这个网页游戏做出属于自己的啮齿类动物哦。你还可以取一个超酷的名字。不过索克里斯多夫安东尼奥班尼迪克西尔特罗萨斯说不能比他酷，所以我们字数有限制。我最酷。你可以把图片下载下来，你可以按这个按钮登录我们家的族谱，然后我跟床边会选出几只最有特色的啮齿类，你的啮齿类就会有机会出现在我们之后的动画里哦。快来我看看吧，嘿嘿。